12年前，你将莲花峰封住了，可是灾祸连连。 还没有好转。你是木二郎，李姓杨，单名锦。我要找一个人。我们是赏银捕手，我们抓人不找人。他偷了一件宝，我姐姐。那你找的这个人？ 他得有个名字吧？杀石逃土，这位就是沉香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管是谁，我都会杀了你。也是他亲手将你母亲镇在莲花峰下。半步总要循环，镇得住吗？ 杨戬，听说你落魄的很，侠，真侠，杨戬，都行。杨戬，快走！发天下地。